花滑。那你和爸爸去画画，我要陪哥哥。好吧。下一次。走吧，去上课了。摔到了这是好吗？有点这砖头都安逸了你。你不是我摔的哟，来来来，咋了？他是摔了。怎么摔的？我觉得有了。我真的累过了。那是你自己摔的。你什么态度？自己摔的。不安堵。态度你给老子当着眼。哎，你看自己敢以为他是贪小子吗？非错不非自己。哟，小伙子这样没地方他就拽了，我真不相信。那他拽的小伙子给抱他妈，我明明就看到。他是自己说他自己拽的。妈妈，妈妈，走，走吧。还要给我软蛋，真是碰瓷了嘛，真是。卵瓷，要么就连他啤酒色的输得不碰瓷了一天。好不提了，我养的我一点都不多，我就在不成。我觉得他这种做法简直就是忍无可忍，我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，错的就是错的，对的就是对的，本来他做对了，你为什么还要这样不分青红皂白的骂，对吧？他这个人就是这样，我告诉你，什么事不调查真相就乱怪别人。都是偏袒于小龙的吧，凡是宽于小龙的话，他们觉得是属于小龙势力的。如果从家庭角度上来讲吧，5分；如果从我个人上来讲话，1分。